各位同学，这个单元导函数就是我们学习微分最核心的单元了。导函数的话，我们要学习的清楚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切线的斜率是怎么计算的。那同学们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定义一定要弄得非常的清楚。导函数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要告诉各位同学，就是瞬间的变化率，也就是所谓的切线的斜率。那么同学的话呢，在学习的过程之中，尽量的要学习怎么样推导，对于同学来说，学习就会扎实，然后成果才会比较稳定。